旅行者游玩的重要目标就是完成所有任务。每个旅行者屏幕左下角会有一个血条，将持续减少，每次做任务则可以恢复血条。按住 Tab 键可以显示自己任务的位置，走到任务跟前，长按鼠标左键完成任务。按住 Ctrl 键可以打开地图，上面标识黄色感叹号为普通任务，红色感叹号为紧急任务。当紧急任务警报响起时，请第一时间前往修复，否则恶灵将直接宣告胜利。当发现尸体时，请尽快靠近按 G 报警。此时反恐警报响起，周围环境会变化，请在第一时间赶往顶层教堂开会，否则会被异世界吞噬而死。当找不到正确的路线时，可以观察路上绿色紧急出口标识，以助于快速找到通往教堂的路线。